现在是半夜一点，还在剪片，剪要给康乐鼓掌的生日惊喜小短片。Kim 呢，就发挥他自己的专长，因为毕竟他本人的专长也没有几个。哎、欸，啊！对不起，是有没有下跪？有人呢，把我们依赖的床服用不见了。然后呢，他一片双说，我找到了，其实。去重订了一件，算你有心。山寨来讲，应该已经算高仿的，他应该算高仿的。孩子还比你们好哦。你知道门口在哪里？就在你后面。妈妈，好了，穿这件啦。好了好了，这件帅啊，好适合你。明天不知道谢雪霜会不会发现你这件是全新的。如果刚刚讲他会不会发现？我跟你讲，一定会发现。不知道你这个折痕还不够明显吗？这个全新的折痕，我今天还要用到，我今天被你笑。那你今天穿着睡觉啊？你先开始做苦工好了，等下先开始做一些俯卧撑之类的啊。那你想知道价钱吗？多少？520、500、600、700、900。我是不是叫你赶快讲？1650。认真？认真。谢霜，你有看到吗？这个人非常有心的，他在花了1650去买了一件哦。比较薄，不一样。我要被骂了！哇塞，哇塞！哇塞，不要啦，好明显哦！怎么办？现在呢，我们上山前要先去好市多买一些料，因为我们今天我们是夜冲的，所以夜冲大概6点到就可以了，现在还有点时间来好市多。很像车子一开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很像没办法动，你好像被拉住了。对，我想被拉住。你很像，就是好像有人在拉你，然后不知道怎样，就是你也就在位置上有点动弹不得。对，来，所以我找到答案了。找到答案了。我的皮带。你很丢脸。真的，在外面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你的表演。最后的6分钟的路，那右边就是悬崖，右边、嗯、对，然后你不可能会车，没有会车这种事情，没有没有。在200公尺处，目的地即在您的右手边。真的吗？右手边？这两右手边？右手边吗？耶、yeah, ！刚刚银主给了我们一袋柿子。现在几点？先谁先跟我讲一下现在是几点？我来报时间。5点33分。5点33分。然后耶， yeah, 这是在夜店的感觉。好，不是5点33分。然后因为等一下就要天黑了，所以我们要赶快搭帐篷，好吗，各位小朋友们？不要，不要再让他们去睡外面。好，安静，好不好？我们准备搭帐篷喽。好，待会见。好，来，你们现在在干嘛？搭帐篷。啊、哦、不，天幕，天幕，我们请你来是对的吗？对，没有我哪来的外套？好，对，谢谢，对，谢谢，谢谢，嗨，好久不见啦，好久不见，几点了？几点了？有点开的原因是暗恋过，目前还在暗恋中，还没结合在一起。救命！救命！严哪出？严哪出？救命！太像了！哪一位警官？哪一位？哪一位？怎么了？脚抽筋！脚抽筋！脚抽筋其实就压一压就好了。臂好了吗？啊有，等一下，啊有必要做这个牌子吗？哎呦，衣服不在。今天就是舞台表演了，今天就是我们演出时间。还有观众吗？后面的朋友，前面的朋友，这么搞纲啊，还给我准备这个啦？现在彩排是不是？Kitty 老师 ，Kitty 老师，很好很好，这个屁股摇。然后换这边，5、6、7、8，然后换这边是不是？好的，各位，我们这个速成班已经要成果发表了，没错，没有观众，但是我们这自得其乐。有吧？我们看不到而已。不要讲，你不要讲这种话，天哪！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他问你说什么？好温暖，有吧？我们看不到。
好，谢谢。好的，各位同学，我们可以入场咯，请往这边移动，请先向工作人员领取入场券，谢谢。来，我们来排好队哦，谢谢。入场券呢？挥手。之后超后悔的，因为就不能讲了，我就讲、我们没关系啊，我们没有关系啊。爱你爱个飞，拜拜。我们就是聊一聊聊天，聊天聊在一半，从我眼前一片黑幕。哇，像海一样，风太大了，然后这个天幕直接垮下来，然后那个整个天幕就整个下来，我整个头直接被烤拔啦，就是让 ，Oh my god， 我才刚讲完，然后那个天幕又倒了，因为风太大了。这是我们四次露营最灾难的一次。对。来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绝对不是早起哦。我们是早起啊。我们不是哦，我们是啊，我们是还没睡，我们是准备要睡。有人已经睡过一轮了，有吗？我没有睡啊。然后你炯炯有神的眼睛，他都没有睡啊，他都是这样跟我们聊天，他都。现在是早上的6:20，我们已经看完日出，然后已经也聊到真的已经不知道聊什么了，决定去睡觉。的外套，因为我们没带，我们直接睡到就是礼拜天。睡着，睡着，你还可以烤肉，烤肉不见。起床好像好，拜拜。你说要把银钉，你们不累吗？拜拜，拜拜。安娜各位，都几点了？最晚起来的那个最晚起来，好像很早起。哪个小？今晚我要洗碗。怎么回事？刚刚小欧非常热心主动说，蛤蜊是不是要吐沙？我说那可以麻烦你吗？然后我刚刚经过余光看到一个白白一坨的东西，哎，结果请问这个吐沙是？哦，哇哦，有丢这？哇，我以为是他的舌头。什么东西？就可能只有这四颗有吐沙。耶，看看，哦，欠曲，不好意思。开放。不是你的颜色跟我们不一样，因为太久没有。不是你这么心虚干嘛？没有啦。不是为什么你颜色？你是超心虚的，你是自己去做一件。它颜色跟我们不一样。我太久没洗了。哎，我真的觉得颜色很不太一样。好啦，我做的啊。你再做一件。嗯。可是还是蛮感动的，你怎么会做了一件？怎么会有那个图啊？真的很有心，我很感动。好，现在我们的抗日鼓掌不知道必须没办法。对，那现在叫我们要去集合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走。请问谁？我不懂，看不懂，现在要干嘛？啊，宝哥，那边挥挥手，那边镜头挥挥手。你在干嘛？赶快选手。
手到检录台来检录，谢谢。耶！举吧！生日快乐！那个整包吧，整包给他整。不要撑纸，不要撑纸。不要会痛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！哎呦！哎呦早安，这是第三天，照样要赖到最后一秒。对，我们一样赖到最后一秒。为什么我们就从三点拍到现在五点？我们想说不要太晚回去，因为会没有路。就现在大家都不想回家了，对，回不了家哎、欸，超美的哎、欸，跑屁啊！这个狂吃吧，第四路成功！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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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快乐的心情，以快乐的心情，强健的体魄，强健的体魄，参加第一届G8运动大会。